好，观众们大家好，我是雅思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艾莎的升华。艾尔莎，妖精女王艾尔莎，启龙女主。那这种人在原来世界突然要给这么一样。艾尔莎与其他同伴一起跳进去，但她来到生物世界后却与其他同伴失散，独自身处在深渊之地。艾尔莎在深渊寻找出路的时候，听见前方传来几道渣杂的声音，吵杂声音。别以为你们是新工作的神秘小妖精，我们是无辜的。刚才明明见你使用冰魔法，还想说地面的异象与你无关。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面怪事啊！大剑无眼，小心你们的剑！救命啊！别再狡辩了，乖乖接受惩罚吧。火红色的头发在露娜两人眼前快速掉过，艾莎曲线挡住他们刀刃，护在基金的身前，一剑指向星宫。我不容许有人欺负弱小。哇帅！我在干嘛？这么多！这个烟雾！我刚以为是二消，我还是还没习惯玩艾尔莎。艾尔莎不是可以二消吗？应该还是有队伍限制啊。简单轻轻松松。这人身上散发出十分强大的气息，是从未接触过的力量。来者何人？别妨碍我们执行公义。妖精尾巴的艾尔莎，以大欺小，这就是你们所谓公义吗？难道你是继萨鲁曼之后缔结他们新的首领，所以你就是主谋吗？一同接受惩处吧。波鲁克斯一带艾尔莎反应过来，便率先以双剑指使劲一挥，两道剑气打中艾尔莎上方的岩石，岩石迅速地往他的方向直下，华丽光芒自艾尔莎身上发出，转眼间他便换上一套背后附有蝙蝠翅膀的黑色铠甲，剑一斩，艾尔莎轻松将岩石一分为二，再借力举剑到波鲁克斯面前劈击。我的甲胄竟被打穿了，这剑的破坏力虽然破坏力惊人，但这种中段的攻击是无法打中我剑啊，所以我一同除去不公平的罪恶。好像有第二场，所以第一场比较弱，是不是？第二场应该比较强。哇吼！这样更弄这种珠子。还是很弱啊。OK， 指定符石就好了。这样。啪啪。新珠。这个就比较难打一点了。转个招式，可怜瞳 ，OK。
应该可以过了吧。露娜恍如羽毛般轻盈地舞动起来，躲开艾尔莎的攻击，贝利成为艾尔莎盲点，阻碍她的视线。露娜便趁机将光元素力量聚于剑锋，光速刺激，剑身没入铠甲，无尽的星辰缠绕着艾尔莎。这些星辰在笼罩我的铠甲，无论怎么拍打，怎么逃，也摆脱不了他们。没关系，我不会逃的。艾尔莎身上铠甲黑色铠甲消失，取而代之背后有四只翅膀的铠甲，循环之剑。就看你还有多少把戏，换装的魔导师。我在接触妖星尾巴的时候，一看到就是那个艾尔莎的那个魔法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这个也太帅了吧！无限换装哎，然后有不同的能力，这也太棒了。因为一开始看妖星尾巴，看到当时那只的造型就是火焰嘛。然后这铁拳跟咆哮就这样而已，那就有点单调。可恶，又来了！露娜两人步步紧逼艾尔莎，连番抵御他们各种攻击，体验的魔力也消耗差不多，动作一开始变得迟缓起来。妖精女王为我奋力战斗，我也要帮忙。对哈，地精是妖精哈。快点把你妖精之力给我吧！按转心，我觉得跟妖精尾巴合作真的是很棒的组合哎、欸。因为说实话，就是妖精的尾巴就是以妖精为命名的工会嘛，那会对妖精就是，而且刚好神魔之塔又有妖精的种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，太好了！然后加上又面容魔导士的存在，啊，神魔世界又那么多龙类，真是哇，真的很刚好。所以这次的组合就是大师就一定会抽到了。大师也蛮喜欢魔那个妖精的尾巴这部漫画，只是因为他有很多角色，就是有些角色把他弄得太弱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像那个萨斯命运就很强，可是在这边就是一个小奖的。卡片有点可惜，还有格雷也是。不过合作系列就只能把我们主要的主角放上去的、啊，也不能放太多只角色。像那个很多魔导师也是很强，可是因为碍于合作不能放太多吧。三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三四。好，地精凝聚水元素，变出小多个小小的冰盾，飞向露娜他们脚下。两人为料到地精的偷袭，提防不及，便踩上脚下的冰盾滑倒。妖精女王是机会啊！这冰魔法好熟悉，艾尔莎见熟悉魔法出现眼前，原本施以最后一击的手定格着，露娜见机不可失，举剑便刺上艾尔莎。去吧，正音之剑。正音之剑刺向艾尔莎的胸膛，就快没入之间，一股力量在剑中并发出来，强行改变剑刃的方向。剑啊，为什么不攻击他？他不是该惩治的对象吗？没有铁力啊！
我还有体力吗？哎呦，反正十四点就送他了，懒得用。Go！ 什么时候才有七龙珠啊？跟那个海贼王、火影忍者，好期待哦！可是我七龙珠卡片的话，实在太暴力了。难道是心灵告诉我们他不是邪恶之人吗？露娜看着艾尔莎神色深淡的警戒，但布鲁方才那般杀意腾腾，露娜冷冷的质问：妖精女王，地面上的异象是你所造的吗？什么地面上的异象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最近地面上的气温即将到处结冰，人民苦不堪言，追查之下，海燕的源头确定是来自深渊。看来地精使用魔法就是异象与地精族有关的证据，而你挺身帮助这地精，所以我们才怀疑你这事有关。露娜的剑打不中你，证明你是正义之师。等一下，我想你们有所误会。那还打个屁哦！艾莎故事也太轻松吧？嗯。艾莎将她身份重申一次，道出自己是来自异世界，并穿越时空乱流的事。露娜两人终于理解艾莎与异象一事无关。虽然异象与艾莎无关，但地精族并魔法是恩人教我们的，我们只是为了自保，根本不知道会令地面气温急降啊！恩人教地精冰魔法，会不会是胡来的事？还有与冰有关，不会是格雷所为吧？总之先查清楚。大规模的结冰以地精的实力不可能办到，带我去你们所说的寒意的源头，或许我可以帮你们解决那罪魁祸首。哦，难怪艾尔莎停住了。哦，手柄是内。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随放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有更新影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